咱大家知影我的名无？我就是叫做 Jacky 啦。哦 ，Jacky 哈，较简单的解释就是叫做千斤顶了，做 Jacky 啦，对吧？咱的修理汽车哈，那个千斤顶就是叫 Jacky 呀。啊，其实 Jacky 的东西哈，其实他们国外不叫做千斤顶，因国外的观念哈。还有最顶高器呀、啊，顶高而已啊。啊，其实千斤顶哈、哦，它、啊、可以顶起一万斤，顶起一万斤绝对没有问题呀、啊。啊，不过哈、哦，全世界拢同款吼，好的物件哦，来到中国吼、哦，拢爱打折，知吧？中国的文化就是安尼。全世界吼好的物件来到中国吼，袂使比因较好，所以吼变千斤顶哦。他们可以顶起一万斤，就会变成千斤顶，就变剩下十分之一而已。啊、哦，这就是因中国的文化。其他的文化是做歹的文化，安怎歹呢？我慢慢啊讲予恁听吼，恁就知影讲歹个啥程度，歹个吼恁感觉讲啊，歹根本无爱学中国话啊。哦咱今日吼来讲一下，是安怎爱用心为台湾。今日咱的题目叫做 “Who am I？” 下面有对 “Who am I？”“Who am I？” 哈是足简单的一个英语字念啦，就是讲你是什么人，我是什么人。啊，你也知影恁是什么人无？哦，恁大家讲起拢，我知啊，我当然我嘛是台湾人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伫台湾出世的啊，食台湾米啊，啉台湾水啊，我也毋捌出过国啊，对不对？我当然嘛台湾人。啊，毋过奇怪呢，啊，恁台湾人奈大家拢领中国的身份证，对不对？迄度敢若讲，你啊是台湾大学的学生啦、啊。人家你问讲，啊，你读倒位？哦，我读台大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台大的学生证摕来借我看卖啊？一个摕出来，嗯，那会变作普大？啊，恁你是到底是普大的学生还是台大的学生？你敢讲你是台大的学生呢？结果学生证一个摕出来，你是普大的？无啦，我是台大的啦。啊，明明顶头都印普大、啊。对不对？啊，你明明都台湾人啊！你敢讲你是台湾人啊？你身份证就摕出来，每一张拢中国人。所以让全世界拢奇怪，恁台湾人是到底在创啥啊？你明明都台湾人，你来身份证摕出来拢中国人。啊，你无感觉奇怪呢？你去个税关处的吼，甲讲，哎，我来纳税金吼。伊讲叫你立中华民国的税金，对不对？你讲唔对咧，我台湾人来立中国的税金啊？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，啊，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对不对？诶，税关处的拢嘛安尼甲你讲，连警察嘛安尼甲你讲，你都要甲讲吼，无共无共，中华民国是四字哦，台湾是两字尔哦，爱分好清楚哦。在哦，所以不要搞混了。台湾不等于台中国啊，中国也不等于台湾哈。伊安尼甲恁教，对什么所在？所以哈、哦，错误的教育就是为这开始的。这唔是在白宫呢，这有在美国国会大厦啊。白宫不是长这样啊！啊，其实美国也没有白宫啦，这是美国的国会大厦啊。您讲的白宫是这啦，对吧？总统，美国总统办公的地方叫白宫啊，对不对？其实他翻译也翻错，很简单的英文嘛。The White House 怎么会变白宫呢？白色的房子而已啊，为什么会变白宫？
中国人的思想就是这样，他以为他们的皇帝住的是皇宫，人家别人的总统也是住皇宫的。人家美国的总统不住皇宫，他住白色的办公室，你知道吗？他翻出来也很简单啊， The White House 嘛，白屋子而已啊。啊，怎么翻到中文来会变白宫呢？故意要给你翻错，对不对？就这简单的英文嘛，大家拢看有嘛 ，White House 嘛，白色的屋子而已啊，怎么会变白宫呢？对吧？啊，恁拄啊讲迄国会大厦，这明明的国会大厦，恁嘛就是白宫啊。所以错误的教育哈，从小就把你教错。啊，美国哈，他的总统啊，其实他也不叫总统。美国的总统哦，他是一个他的职位啊，叫做协会的会长一样啊，董事长、总裁而已啦。他们没有总统这个职位，可是翻到中文里以后啊，就会变成总统。哎，总统他其实美国哈，他们哈的没有总统这个职位了。其实哈，很多的教育都是教错的，像很简单的纽约嘛，哦，美国的最大都市纽约，它怎么会叫纽约呢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，美国的纽约它叫做新约啦，对不对 ？New York， 新的约克嘛。啊，怎么会翻来变纽约呢？纽西兰，它明明叫新西兰，为什么翻的会变纽西兰呢？是不是？他故意要给你翻错的。纽泽西，它明明叫新泽西，你就翻成纽泽西。很简单的嘛，他就是故意不给你教好啊、哦！这些高中生去抗议有没有？啊，你们这个教育部啊，老师给我们一个洗脑的课纲有没有？什么叫做教育？教育就是洗脑了，不然干嘛要教育？教育就是要把你坏的东西啊，不会的，把你洗。洗的你的脑筋啊，通通变对的，那才叫洗脑的教育嘛。这些人啊，不知道，还说啊，教育部啊编这个洗脑的课纲，教育本来就是洗脑的啦，啊，不然干嘛要教育？就是要洗你的脑袋。问题在于怎么帮你洗、啊、这些人啊，拢就是讲伊是台湾人，对不对？啊，问题哪会拢咧读中国史啊？所以因去抗议啊，抗议讲，即个课业啊，通通在教中国的历史，都在教中国的文化。啊，其实哈、哦，因搞不清楚他们自己的身份。为什么？这些人拢就是因是台湾人啊！啊，结果啊，教育部是不是呢？教育部那些人啊，每一个都知道呢。台湾人是谁？台湾人跟中国人啊是敌人呢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，台湾人是打中国人的呢，对不对？迄阵啊，咱台湾人是日本人呢，甲日本、甲中国是战争的呢，中国甲美国是同盟国呢，对不对？咱日本甲台湾是同一个国家呢，是相战的呢。啊，所以因遐的中国人，每一个人拢知影，咱台湾人是中国人的敌人呢，对不对？相战的当然嘛是敌人。啊，不过咱这些台湾人呢，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说我们跟他们是敌人，所以中国人啊，教你这些敌人怎么样？
那有可能给你教好势啦。你是敌人的子孙呢，敌人的子孙我会把你教成怎样？教成我的奴隶最好了。哦，你什么都不会，就会做奴隶就好了，这样才是我敌人的子孙呢，对不对？如果是我自己的人呢，我自己的人，我当然给你教好啊。哦，英文拢给你教好，教日文给你教好，教德文给你教好，教音乐给你教好，教艺术给你教好。啊，那是敌人的子孙呢。你从幼稚园开始读英文啊，读到大学啊，你也要讲英语呗。我一世人读英语啊，读到大学毕业，也要讲 Good morning 啦 ，Hello。啊，过来，可能较看有偌惨，因为你是敌人的子孙，所以他不可能把你教好啦。每次教音乐的时候怎样？哦，来，赶快啊，督啥督学啊，要来督学的，赶快全校集合来，帮你们教什么叫半音符，什么叫全音符，什么是豆芽菜。督学要走了嘞。好，赶快大家都又来唱歌，来唱那个梅花梅花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不需要学乐理学会啦，你们是敌人的子孙，你们只要会唱梅花就好了，懂不懂？所以，你们自己的身份要认清楚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你们这不唱这些人啊，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人啊，你去抗议有什么路用？教育部那些人大家都中国人，大家也知道你是敌人的子孙，我当然课纲给你安排给你灌中国的毒素啊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课纲，每一节都是中文，自然用中文给你教，数学用中文给你教，综合用中文给你教，这些都用中文给你教，对不对？连这个英文啊，有没有英文课啊？也是用中文给你教。这个英文啊，用中文给你教英文。安尼你也要英文哦？这上基本的，你若要学英文吼，一定要用英文给你教英文啊。用中文给你教英文，你永远拢袂晓英文啊。美国的小朋友啊，一年英文就辣辣球啊，对不对？他如果教英文，像教中文这样给你教，你早就会晓了。所以是怎样？他不爱让你教英文，不爱让你会晓英文。这些所有的英文啊，也都用中文给你教，数学也用英文、中文给你教。这意识论文嘛，用中文给你教，所有的课拢用中文给你教。哎，不管你中文到哪叫啊，对不对？你讲哦，中文较简单啊，学英文较困难。其实你搞错了啦，英文才26个字母哎，对不对？26个字母拆开每一个都会呢，对不对？有简单无？啊，不过那中文呢？中文敢那波波摸摸的30几字啊呢？卖讲波波摸摸啦，敢那遐什么一声、二声、三声、四声、五声吼，你的声完蛋啊！所以那中文吼是足歹学的呢，尤其讲你的啊，你若敢讲我是玉啊，我是小家碧玉的玉啊，你要敢解释呢？解释讲你是倒一粒玉呢？那港音的是很多的，所以那些同学去抗议了怎样？教育部说，好啦好啦，你们不同意早上3颗梨子，下午4颗梨子，好，下学期开始啊，变成早上4颗梨子，下午3颗梨子，这样好不好？不是同样，也是用中文给你教英文，有什么不同的地方？同样课纲改变一下就好了，所以又决定你也是要去抗议，抗议有效吗？
当然嘛无效，因为伊知影嘛，你是奴隶，你是敌人的子孙呢，那会使甲你教上好。啊，那是美国嘞，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哦，日本、欧洲、美国，自细汉吼，咧教啥？因为小学生、高中生啊，拢咧教佚佗啦。你要怎么合群？怎么运动？怎么玩？小学生没有在教什么课业啦，小学生就是要合群，哦，要懂得怎么玩。到高中呢，你已经知道你最会玩什么了，对不对？美国的小朋友都到高中怎样？哦，我很会打篮球，有没有 ？Michael Jordan 就被大学挖去打篮球啦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很会游泳，把你挖去游泳。你很会画画，还把你挖去艺术。你很会唱歌，把你挖去读音乐。啊，你咧？那中国咧？伊甲你教，自细汉就甲你教中文，教到高中中文，甲甲你考试，逐天甲你考试，考到大学咧，你干那也要考试。篮球嘛袂晓拍，游泳嘛袂晓游，唱歌嘛袂啥好唱，乐理嘛拢学袂晓，无一项学会晓的，干那中文学上好。啊，结果咧，甲大学的时阵变哪啦？讲任你游四年。人家美国就开始在大学在开始在学东西呢，因吼读册拢免钱呢。啊，那咱呢？伊甲你讲哦，咱嘛是义务教育，对不对？啊，结果呢，那爱立学杂费，爱立家长会费，爱立课本费。既然是义务教育，干嘛还要交钱？因为你是敌人的子孙，敌人的子孙哪有义务的？他是把你骗了，骗说好像义务教育，义务教育哪有要立钱的？义务教育你如果没去立，没去读书，他还把你抓去，抓去读书，免钱让你读书，这样不叫做义务教育。连咱自细汉就开始在立什么家长会费、学杂费、党费、课本费，一大堆的费用。在英国外，国小吼在读啥？生活管理。国小环境，环境的探索，梦想的找寻，生涯的抉择。读到高中吼，拢还搁在算呢。到大学呢，你才会知影讲你熬算啥。啊，若是台湾呢，中国呢，拢同款。自幼稚园开始，来考试读中文，考试读中文，哦，爱学造词造句啊，破音字，什么一言一词，什么造词无？哦，读拢中文，啊，这个中文哦，自幼稚园给你灌到大学，灌到你干那会晓中文呢？啊，中文是上毒的呢。问题是你吃这么多毒了吼，你说无感觉毒呢？你说感觉会爽呢？敢那吃毒吼，吃个安慰他命啊，无吃煞会艰苦呢？读到大学了变安怎？讲任你玩四年啊！美国的小朋友从小都在体育活动啦、艺术活动啦、参加各种联赛啦、打工啦、义工啦、实习啦。你会晓打篮球了，大学自然就甲你学啊，唔免考试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哪会晓受罪？在迄个得过七面金牌、奥运金牌迄个游泳健将诶，同款美国的大学马上去甲学来。Michael Jordan 大学紧甲学来，什么原因？伊知影这个人才嘛。我大学若甲学来了吼，我大学就出名，甚至吼，给奖学金。
伊哦，唔是看一届考试呢，是爱看四年才会升职啊！你才会参加这个活动的升职呢。安尼美国的大学才要地理呢。啊，若是台湾的大学啊，你只要也要考试就好啊。啊，剩咧无好啊，不要紧啊。啊，所以到大学的时阵变啊啦。哦，大学的时阵哦，任你玩四年啊。University 就是任你玩四年了。电视顶头我咧访问那大学生有无？你们大学生都在干什么？你讲感觉很闲啊、哦？有没有？好像都在玩呢，都是在玩呐、啊，交男朋友啦，交女朋友啦。最后那个女生哦，答得最经典，你讲啊，都在学没有啦，没有。哇，这个预告片应该这广告片都有人看到吧？大家都会怎样哈？哦，这台北市的一个那个大陆客哈、哦，大陆的人呐、啊，来拢要去遐参观呐、啊，参观一下这个这下面纪念堂呢、啊。这讲四十年的古迹啦。四十年的古迹哦，他哦帮我们派宪兵去遐徛卫兵，对不对？哦，有派宪兵去遐徛卫兵有无？四十年的古迹哦，啊，阮家吼，这五十几年啊吼，我那要来申请古迹吼，叫伊派卫兵来遐徛，伊嘛同意呢，伊讲你爱家己出钱啦。对不对？哦，你今麦家己要请保全去徛，对不对？所以吼、哦，领导呐，我这五六十年的吼，拢去申请吼，看会当派宪兵去领导徛未？阿姐啊，恁知影倒位无？哎，这是台东的北仙洞啊！北仙洞哦，是咱台湾哦，五万几年前哦，都有住人伫遐哦。一级的古迹哦，五万年哦，一派新兵去啊，给咱徛，对不对？有派新兵去啊徛无？这咱台湾人的古迹啦，所以对咱有好哦，对咱有够好的呢。因为你是敌人的子孙呢，敌人的古迹呢，当然嘛爱派新兵去啊徛。每一坑哦，啊，即马可能较少啊，即马讲剩三坑啊。即个吼，北仙洞吼，已经五万年哦。啊，派每一坑哦，拢派新兵去啊，甲咱徛。即个叫乾元洞，我要派新兵去啊徛。啊，看对咱如何。我是建议哦，阿伯降级啦，派宪兵去徛就好啊啦，卖用新兵，敢袂使？只要这曹英洞的款啊，拢派新兵去啊徛。咱五万年的古迹啊，拢派新兵甲咱徛。啊，四十年的吼、哦，派宪兵去徛。这就是为什么吼，恁是敌人的子孙，对不对？你们的古迹哪算古迹啊？这就是古迹啊！这碧潭吊桥哈，今麦还搁在哦。今麦你若去碧潭哈，去吊桥看哈，这个叠桥头，而且民国25年八月竣工，你有感觉奇怪无？民国25年哦。流氓政府还在中国默默受呢，根本还未来台湾呢，伊有法度去碧潭吊桥，有伟大无？足厉害吼！民国25年啦，看有偌伟大。即马恁去碧潭吊桥，还佫去天后去遐参观，
竟然有法度讲民国二十五年竣工。所以哦，你来怎样呢？台湾人啊 ，This is war， 即马个战争呢？恁这是已经和平啊、哦？恁唔知影咧战争，人中国人是每一个拢知影，即马个咧战争，知唔知？恁是敌人，敌人的子孙，知无？这恁、個、知影？这叫、個、做摩西啊。圣经内底吼，足精彩一个故事。这個、摩西吼、哦，带领以色列人吼、哦，脱离奴隶生活，解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，在做奴隶。迄阵啊，解救超600万人，600万的奴隶啊，为埃及甲带出来。你要带埃及这些奴隶出来吼、哦？法老王哪有可能会答应？法老王哈、哦，无可能会答应呢。你要将这奴隶给他带去，嘿嘿，我这些免钱的奴隶是作战的呢，对不对？法老王无可能会答应。啊，摩西安怎叫法老王答应？伊恳求上帝讲哈、哦，你爱好埃及啊。法老王甘愿放这些奴隶出去，啊！上帝安怎跟摩西讲？伊讲哦，你去跟法老王讲，你若唔放你的人出去吼、哦，我要降下10个灾厄，予埃及人受苦。第一个灾厄吼，或者血灾。伊讲法老王，你若唔放这奴隶走吼，我头一个灾厄吼，要将埃及所有的溪水、所有的水拢变作黑水，哦，你袂啉诶。法老王唔信啊，头一个灾厄吼，就所有全埃及所有的溪水啊，拢变作血水，变作血水吼，法老王也唔甘愿诶，无可能啊。第二个灾厄。全法老、全埃及啊，通通有那个青蛙。啊，咱讲到即嘛吼，我唔是要来传教，哦。我虽然是基督徒，我唔是来传教的吼，我是甲恁介绍一下讲，下面有做摩西带迄个奴隶，带这奴隶脱离埃及，这。灾祸哦，上大的就是第十个灾祸。第十个灾祸哦，迄阵啊，埃及王迄个法老王哈、哦，还不愿意让这些奴隶走，所以哈、哦，第十个灾祸叫长子之灾。一个法老王讲哦，你若唔放阮走哈，全埃及所有头生的拢爱死。连精神的头生的也要死哦，不只人而已，鸡仔鸟的头生的都要死。法老王不信，结果法老王的长子也死了，所有的长子统统死，不容易哦，死了以后，法老王才愿意让奴隶出国。第十个灾啊，伊讲，朝底半暝的时阵，我要出去巡，骗去巡埃及的专地。见那伫埃及地吼，对坐宝刀的法老王，直到外外的比如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畜生，都必死。埃及遍地啊，必有大哀号。从前没有这样的，后来也必没有。啊，摩西问上帝讲：“啊，那安尼，阮以色列人要安怎？阮以色列人所有头生的嘛爱死啊，阮嘛住伫埃及啊。”上帝甲讲吼，派天使甲讲：“恁吼爱将恁的门牌顶头爱用羊血甲画红的起来，就是安尼话，要做记号啊。哦”
做记号以后，我才会越过去。所以哈，以色列人的长子都没有事。中国字哈的意字就是这样来的，用羊啊遮盖我，羊血遮盖我，就变义了。哦，這樣你有了解中国的文化无？啊，您知影中国的门帘安怎来？中国的门帘就是为遮来。门帘有无？中国人的门帘哦，爱戴红色的有无？就是因为他也想要避长子之灾，啊、哦。在基督徒吼，因写那些神温半满配岁首的，主爱盈溢冠冕中，这是基督徒的诶那个红莲哈、哦。为了这思路传过来中国，传过来了吼，真啊人。更加驚死，真的人說喔，只有大紅的不夠啦，頂頭還要寫字啦，對吧？所以變成怎樣？他們寫這樣喔，考試不作弊，明年要當學弟啦，寧願沒人格，不能不及格，一定要過，這就是他們的門簾喔，同樣的，喔我爱的人啊，名花有子；爱我的人啊，惨不忍睹，命苦哇！这就是门帘啊！啊，上接看的就是咩咩？哎，春满乾坤，福满门，有无？同款的意思啊！这就是中国门帘的由来了，叫无脸可对人民了，没有脸见人了啦！这就是。所以吼、哦，咱台湾的历史吼、哦，绝对唔是为中国来哈。台湾的史前时期吼、哦，一般是为1624年开始吼、哦，迄阵啊才开始有写历史啦。迄阵写的历史是谁给咱写？红毛啊给咱写的。红毛啊，荷兰人呐、啊。荷兰人来的时阵啊，佮叫红毛，对不对？唔过，因个有炸物件来呢。荷兰人有炸红门土来，有无？红门土，恁即马咧用个红门土就是荷兰人炸来。哦，啊，伊嘛炸基督教过来。所以荷兰人吼、哦，迄阵啊，将咱台湾话吼翻做白话字。白话字，咱叫做新港文，哦。新港文吼、哦、有一个特点，咱较早台湾人咧算数吼、哦，安尼算365天吼、哦，伊是写安尼哦，三个一拜，六个十个，五个一个，安尼即365天，哦，咱台湾较早算数安尼算，笑魔仔无嘛是安尼算法的，哦，即系新港文无，啊，即汉文，新港文。读起来就是白话字啦。啊，古早时代迄个时代吼，咱台湾是母系社会，所有的财产吼，一定要查某囡仔才继承。哦，查某囡仔才有权利通继承财产。所以咧，拍契约的大部分拢查某囡仔，因为即个买卖契约拢查某囡仔咧拍卖。所以领导吼，有母姑坐大位无？唔，那不顾坐大位哦。恁阿哥死的时阵，恁这边的人爱去啊，爱封顶啊。那无够吼，顶袂使封起来哦。唔多，你搞阮害死哦。所以要互你看完，这就是不顾坐大位的方向，为遮来。中国是无不顾坐大位的呢。中国吼，查某迄边是无地位的哦。中国人干那迄个摩梭族吼，查某迄边才有地位呢，其他的族拢无地位。即个新疆文吼，新疆文就是即卖台湾话啦，
就是白话字啦。哦，即马长老教会还阁真侪用白话字无？真侪阿嬷有无？看迄白话字的圣经啊，啊一个掀开了，哦，因个孙偌稀奇的呢。哦，阿嬷，你来遮厉害，英文拢会晓读，阁会晓写，迄就是白话字。哦，啊，遐白话字拢荷兰人甲咱翻呢。伊阵来翻完的时阵吼，阁有翻马太福音甲约翰福音。啊，咱的台语内底吼，咱台语吼，毋是干那好乐话尔呢，好乐话占较大部分。哦，啊，不过咱台语拢总有分五六种话加入去。头一种就是西班牙语，西班牙人来的时阵吼，炸胖来互咱食。咱讲的胖有无，就是西班牙话。哦，这是胖的人。中国人袂晓讲胖哈，咱台湾人才会晓讲胖。哦，西班牙话嘛讲胖，胖就是位西班牙人。啊，那迄个圣地亚哥无，北部一个三貂角无，就是圣地亚哥。哦，西班牙人去不管去到倒位，拢爱叫圣地亚哥。西班牙人来到台湾的时阵，叫咱台湾叫做佛摩萨，有无？所以，西班牙语就是为遮来的。啊，个荷兰语，好吧？西班牙语、荷兰语，啊，个来荷兰话、日语、美语，安尼倒起来才是台湾话。哦，咱台湾话唔是干那荷兰话尔，荷兰话是占较大部分尔。哦，这荷兰人来的时阵啊，传基督教的信仰来咱台湾，对无？台南迄个新港的所在，哇，新港社都翻作新港文，为遐开始的。这就是马太福音，这边是古荷兰语，啊，这边是白话字。这是马太福音，啊，约翰福音哦，去要判进去啊。这吼、哦。I am Formosa， 有无？这咱台湾人家己写的，这就是白话字。啊，白话字不是英语吗？对不对？甲澳洲同款嘛，嘛是拢遐俚语嘛，所以写起来是不是同款？啊，咱叫做白话字啦。哦，所以看咱偌先进。啊，英语足简单啊，英语才26个字母尔，对不？英语是全世界最简单的语言，哦，如果要学吼，爱学英语。最困难的就是中文，中文是全世界最歹学的。台湾吼，咱这个原住民种吼，其实吼，自8000年前吼，都一定拢有啊。大部分吼，拢叫做南岛语系的。南岛语系就是为倒来，为印尼这边呐、啊，问越南啦、啊、菲律宾呐、啊，这样吼刷过来，有这马来人种，哦，马来人种这样吼，咱即马的原住民语哦，甲迄个菲律宾啊，阿个讲会通。南岛语系的最北端，就是台湾。啊，这是荷兰人话啊，咱台湾番，即个台湾番哦，大家拢高强大汉有无？大家拢雄壮威武有无？这唔只叫做真正是雄壮威武，对不对？这是荷兰人甲咱话哦，啊，那是吉纳人甲咱话咧。吉纳人讲咱台湾番是安尼啦，即叫做番王，即叫做番伯。荷兰人甲咱话安尼啦，安尼看差别有大无？啊！伫1603年的时阵哦，大明帝国即个陈帝吼，伊就写一本册吼，做《东番志》。迄阵啊，大明帝国吼，伊将台湾原住民族吼称作东番，所以这本册吼做《东番记》。同一个时期，伫台湾殖民的荷兰政府吼，
依据先前的印度尼西亚殖民的经验，将咱台湾的原住民称作印度啊 ，Black， 哦，因为全世界叫外族拢叫做印度啊 ，Black 啦，面因为咱的肉拢比因较乌嘛，叫做 Black， 无像清国人，哦，大明帝国啦，清国人拢跟咱讲这啦，咱叫做番王啦，番薄啦。咱大部分哦，台湾哦，其实拢百越族的啦。什么叫做百越族的？百越族的哦，有一个上大的特色，就是哦，母系社会。哦，百越族的拢母系社会。其实无可能是汉民族的。恁拢知影楚河跟汉界吧？下象棋知影无？倒一边是楚，倒一边是汉，恁知影无？您刚才知影讲楚河汉界，啊，唔知影多一边是楚河，多一边汉界啊？百越族就是楚国啦，知无？楚国就是百越族的啦，哦。啊，唔过楚国已经去予大汉帝国灭国去啊，哦。这语言哦，拢是遐南岛语系的较侪。汉民族是伫北方，下面有这北方匈奴啦、鲜卑啦、哦，啊个东夷啦，这拢汉民族的。啊，那咱呢？咱是楚国那边的啦，就是迄个黄俊雄咧演的《布袋戏》哇。西北派甲东南派啊，西北派就是汉人啦。知无？东南派哈，就是楚国的啦。你唔通就是讲苏亚文是汉人呢？苏亚文吼是中原人、河洛人啦，知无？人是东南派，汉人哦，这是西北派。啊，人即马汉人已经和解啊，对不对？钟嘉玲甲苏亚文和解啊，对不对？您知影吧？黄俊雄已经搬煞嘛，迄个钟嘉玲了无？已经献面啊无？钟嘉玲比苏亚文较缘投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唔通就是黄俊雄乌白搬呢？黄俊雄有根基的呢，知无？这个清国人甲咱为的，咱这台湾的血番。血番了变作面啦，为咱台湾人的面吼，就是安尼啦。每一个拢敢那翘骨的有，弯弯翘翘的有，敢那穿因清国的衫吼，才留啊较像人安尼啦。啊，那是荷兰人呢，荷兰人为咱这咱台湾欢喜安尼。啊，清国人啊，敢那话是安尼啦。这个吼，清国吼，咱台湾的户口，伊讲翻户口吼，荷兰末期的时阵吼，在台闽客有3000里。什么叫做在台闽客？就是迄个闽南人呐、啊，伫台湾的闽南人吼，有3200人。郑成功入台的时阵，炸37000，病死6000。第四辈的时阵哦，42000个啊。迁回中国，就是清国啦。迁回清国啦，不是中国啦。哦，迄阵啊根本就无中国。迄阵啊哪有中国？迄阵啊做大清帝国，对不对？闽客被赶回大清国以后，台湾户口所记的，不管是闽或是番哦，通通是番。啊，既然甲咱拢是番。啊，佫甲恁讲，恁是汉人哦，啊，无恁是倒一里汉，无可能有汉人啊！哈，即所谓汉人吼，拢等于清国啊！哈，咱真正台湾的拢是番啦，啊，
你唔通就是讲你会晓讲好佬话，你就汉人啊呢？你会晓讲好佬话嘛是番啦，啊，只是干那你是涉番尔啦，哦，啊那煮个臭呆就变面啊啦，啊那遐未晓讲好佬话遐哦，遐个叫做青番啦，知无？哦，青的色的啊个面啦，台湾就分这三种番啦，哦。啊，唔通就是讲你是汉人呢？汉人是咧甲你骗的。世界上已经无汉人啊！哈，汉人早就灭亡呀，早就灭国啊！这大清一通志内底写哦，大清的皇帝伊早就知影。伊讲哦，伫咧这本册内底吼，第278、72页内底讲啊，台湾府自古封国之地，无统中国名，叫做东番。明朝的时阵啊。红毛啊，占红毛荷兰人啊，哈，属日本。清顺帝六年啊，才叫郑成功占伊。所以哦，不管是民还是藩啊，拢是藩啊。哦，咱台湾拢是藩啊。是安那有汉人？就是大清帝国派官来哦，派来台湾做官哦。遐个官拢汉人啊。啊，遐个官来台湾的时阵。是袂使查某囝来呢，因为你的某囝爱予清国的皇帝做人质啊，啊无你伫咧台湾甲我叛变，所以你的某囝爱予我皇帝投咧做人质。哎呀，清国官来台湾做官安怎？三年官两年满嘛，两年就趁满嘛。啊，你都知影中国人的歹习惯无？落地啊，若有钱哦，就会找小三啊。来台湾就是找小三啊，遐个小三生才是汉人啊，知无？所以咱台湾根本就无汉人，拢是遐个官生来，才是汉人啊！啊，这就是迄本册喎。台湾府自古封国之地，无统中国，属日本，名叫做东番，哇！这就是大清一统志来对迄本册写的哇。所以大清皇帝伊早就知影台湾毋是伊个啦，所以挂台湾吼天皇的时阵哦，一点啊心痛都袂。伊顶多讲哦，好加载，无挂大清帝国的土地，挂你家己的地那要紧，对不对？所以吼、哦，伊咧挂的时阵无感觉心痛。这文献会顶头讲的哦，乾隆哦23年的时候，也就是1758年的时候，命令。台湾这些平埔的平埔族啊，要征伐结变哦。下面有这征伐结变，爱留辫子啦。我看在你的祖先有留辫子不？啊，留辫子是汉人哦。留辫子每一个都是千国人啊，没有汉人啊，对不对？汉人是征伐结变吗？其人家是征伐结变哈，汉人是束发而观，啊，所以哈，现在留辫子的每一个都是千国人，啊，没有一个是汉人哦，都是大清帝国的人哈。啊，这平埔族的呢，你们留了辫子以后，我视你姓，视你名，啊，无较早台湾的番无，伊的名拢安怎？伊的名是祖先的名，传过来，佮继续传呢。因的名底下咧流呢。台湾的番是安尼的名呢，无姓呢。台湾番是无姓呢。清国人来的时阵，才给你竖姓。唔，即有台湾一个所在讲好在，即鹿港有无？鹿港讲死一半有无？一半的人拢死死的。啊，還有那個蕭規正的有沒有？哪有那個規正都姓蕭的啦？啊，還有那個規正都姓潘的有沒有？你們都住在水邊的番嘛，當然也姓潘。很簡單的道理嘛，對吧？啊，就姓你們這些姓了，哦，你們就叫是你們是漢人哦，別說了啦。唔是你姓卡特哈，你就是卡特因囝呢，知无？
不是姓奥巴马，你就是奥巴马的子呢。要搞清楚，不要搞混的啦，哦，不要认错了祖先哈。这要给你塑形，皇帝给你塑形了嘞，有给你好处啊？什么好处？塑你形了吼，你若改我的形了，我卖给你扣税金，嘿，啊无就税金打折，吼，迄阵啊。只要吼卖立钱哦，大家拢做欢喜，好了，在你改啊，对不对？你若逐个月要还领钱吼，无要紧，你做你甲我改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这就是钱呐的方式，足简单呢。政策只要一变吼，就一变了啦。啊，拜咱之前了，只要政策一改变，就解决了嘛，很简单嘛。他是不是？叫你们要换身份证啦、啊！哎，明天开始换身份证啊！不换呢，没有关系啊，罚钱就好了嘛。明天开始啊，要戴安全帽啊！大家都戴安全帽了嘛，哈！不戴安全帽呢，也没关系啊，开罚单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明天开始大家都要绑安全带哦，不绑安全带呢，开罚单而已嘛。等到有一天我们开始要换身份证，哎，明天开始要换身份证了哦，不来换呢，也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罚单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很简单的道理嘛，所以吼、哦，免惊讲伊唔来办，哎，即马办了1000块，对不对？后日来办免钱，你若唔来办，开红单，有简单无？所以吼、哦，政策只要一改变啊，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。哦，你没有办法对付那个公权力的。每一个人哦，力量都很微小，只要公权力一实施哦，你安怎拢无法度了。明天开始，我发3600的消费券给你们发。哦，你有怀疑无？哦，大家拢足怀疑哦，开到足痛的无？啊，结果要开谁的钱？嘛是你的钱啊！啊，你有啥好当怀疑的？我不要自己来开吗？就要你发给我开，有够戆的恁这。啊，不过吼，敢那咧开完真爽的，吼、哦，尤其阮囝，就是讲迄伊的钱呢。哦，爸爸，这个我要买，我买我自己的东西。我讲他迄不是刚刚我出的吗？所以吼、哦，只要政策一改变哈，什么事情都很简单了啊。济南人吼、哦。是你们姓，是你们名，你不遵守，不要名哦，罚你钱。所以哦，每一个人敢喊姓啊，喊名啊，安尼有简单无？所以哦，咱这个番哦，大家拢变做汉人去啊。啊，唔过哦，伫中国遐汉人挡袂牢呢，安怎挡袂牢？嘿，阮汉人是偌伟大呢，哪会使甲伊遐反啊？共祖先，遐汉人挡袂牢呢，恁遮反哪会使甲阮共姓？所以叫皇帝讲袂使啦，哦，遐反袂使甲阮共姓，即个命令吼、哦，才动起来。啊，迄阵啊，规台湾草拢已经变反，变汉人去啊，拢变汉人啊，动无效啊，即个汉人吼、哦。无愿意甲咱台湾反共祖先，所以谢长廷等于中国找有祖先无？阿扁也等于中国找有祖先无？阿、啊、有比你较敖无？谢长廷有比你较敖无？阿、啊、等于中国是阿找无祖先，有够戆的呢！阿伊都反，对不对？啊，反要等于遐找祖先，那有可能？因遐都无反呢，因遐拢全汉人呢，对不对？即系普姓汉、普氏汉姓了吼，近300年呢。所以咱遮哦，拢大家敢那拢变成汉人啊。啊，恁拢无少想过嘛？奇怪，那汉人拢留辫子啊？这大清帝国吼，伊安怎讲咱台湾人？这吼史密上书的哦，这个、史密是中国的官哦，上书给皇帝，伊讲哦，专台无地非藩，
啊，恁家个犯人哦，规台湾无地非犯哦，啊，恁家个有犯人哦。这史密是袂使讲白贼的呢，伊若讲白贼，皇帝甲抬头呢，所以一定讲真的嘛，对吧？啊，专台无地非犯呢，啊，你讲恁汉人，啊，无恁倒一个汉人，你嘛徛在我看卖啊。伊个讲哦，台湾犯哦上戆，安那讲，一无所图，既无大志啊，怎么会有大事呢？因为咱台湾迄阵啊，足好趁食的。咱台湾是宝岛呢，种稻啊，一冬会当食三冬呢。门一拍开，四季都有绿啊呢，四季都有梅花鹿通好食呢。所以咱台湾番有戆无？那就去趁食啦。咱台湾凊彩种稻啊，一冬食三冬呢，那就爱伫遐咧。嘛唔免传冰箱，因为冰箱啊呐，迄阵啊无冰箱嘛。落啊一个台落，树边头尾斗阵食，啊无你一个人食袂完啊嘛。所以咱的原住民安怎？吼、哦，那是太低无，吼、哦，大家拢斗阵来食。台湾花路嘛，同款嘛。发明冰箱了后，才会晓冰呢。啊无拢同款烹调派嘛，对不？所以有迄台地公的风俗有无？原来安尼来，地公一个台落，哎，来你分倒一地，分倒一地，分到完，唔则袂去互歹。伊讲安怎讲？台湾吼，自古无属中国有无？仅弹丸之地啊，得之无所加，不得啊，也没有损失啊。伊要挂清国的时阵，要挂日本天皇的时阵，佮安怎讲？那个李鸿章啊，讲啊，台湾哦、啊，乃蛮荒张力之区啊，蛮荒之岛，鸟不语，花不香，山不青，水不秀，岛上是画外之名，男无情，女无义，弃之不足惜啊。这就是咱台湾，恁家拢男无情，女无义的。咱台湾人虽然无情无义哦，但是我们有爱，对不对？咱台湾人才不像其他人遐个有情有义，有关系。我们不讲关系，我们讲爱，对不对？那我才其他人拢讲关系，你有关系就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中国人就是安尼嘛，你只要有关系哦，就没有关系了。咱台湾人哦。是无情无义的啊！爱记这句话哈、啊。但是我们有很多爱，对不对？一挂哎，清国的皇帝吼，足不要脸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不要脸！清国皇帝明知影一管台湾，干那管一半尔呢？其他的所在伊无权利呢？啊，那会使将规粒台湾拢挂日本天皇？还有不要脸无？迄都敢那讲，你卖厝啊，卖这间厝啊，卖予别人，竟然连隔壁的菜园啊，煞共卖去，安尼有不要脸无？清国皇帝无感觉伊不要脸的吼、哦，好像那些菜园啊，反正伊也唔知啊啦。遐个菜园啊，原住民吼、哦，日本天皇来的时阵，哎、欸，奇怪呢，遮个。清国皇帝挂我，那这些原住民拢无守我的规矩啊，对不对？明明这些菜园啊都拢已经卖我，现在这些原住民拢唔听命令，所以唔才会发生战争。日本天皇爱派兵来甲这些原住民讲啊，恁爱听命令，这已经日本天皇已经卖起来，对不对？清国皇帝已经卖予我。恁这原住民啊，爱守命令，对不对？那会使讲，都已经卖我，佫无听我的命令，足简单的道理嘛。大清帝国的皇帝啊，不要脸，将个唔是伊的土地啊，顺续卖予人去。所以个原住民哦，足生气的哦，塞德克巴莱哦，莫纳鲁道哦，物色事件哦，
就是安尼来。日本天皇爱派兵来个征服，清国啊，大清帝国是才管一半粒台湾尔呢，剩咧才是拢原住民住的所在呢，对不？啊，那会使将规粒台湾拢挂予日本天皇，是毋是足不要脸？啊，毋是你的土地，你也共卖去，有不要脸无？阿伯，你要卖厝，唔通含隔壁的菜园仔做共卖呢？那是去用笑死呢？迄个后人甲你笑讲你不要脸吼！无论是属实掌握范围，还是行政区域吼，清国皇帝啊，伫个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，并没有统治整个台湾呢，对不？即条约内底将规粒台湾拢永远吼挂予日本天皇。啊，日本天皇嘛戆戆诶，是讲哎呦，啊人都规粒拢卖咱啊吼！咱这菜园啊，嘛爱个整理啊，对不对？菜园啊，嘛爱派兵来个整理啊，就是这个原因嘛。啊，日本天皇啊，有台湾了，伊就爱安怎？爱建立户口呢？来台湾的时阵，爱建立户口呢？爱知影台湾有几个人？较早清国皇帝是无咧管你几个人诶，伊反正人总太刁嘛，无要紧啊。阿老公，其他人人太济啦，台湾人总太刁，无差。对伊来讲吼，九牛一毛尔啦，所以吼对人伊根本无看重。其他人人太济啦，伊无咧看到恁遮男无情女无义的人啦，吼。所以吼，迄阵啊，日本人日本皇天皇来遮，伊爱建立户口制度呢，爱。这个户口名簿哈，要建立起来，都我加写。户口名簿哈，点头写个足清楚的哟。你哈，会晓讲好老话。啊，领导，你等于看你户口本簿啊，加个你注明符哈，唔是领导的祖先为福建来的呢。要搞清楚啊，是领导的祖先啊，会晓讲好老话。欢，喜欢也要讲好老话，或者福，知无？唔通就是讲恁到位福建来、福州来，唔是哈？哦，这是日本人建立的户口名簿。啊，你有缠足的无？就是有绑小脚的无？恁阿妈、阿祖不绑小脚的无？比较著名绑小脚的无？你有竖阿片的无？我迄阵啊，食鸦片台湾是足济呢，因为英国迄阵啊，鸦片呢是足济啊，吼、哦、啊，你是第几种种病？你有打预防针无？打天花的预防针？哦，你是切还是切？切切，好无？甲你记个真清楚，好无？啊，你那是中国人诶。一下清哦，这样那些清的哦，就是代表你是中国人，你这是正汉人啦。哦，你这样那些福、些广，拢是欢哈。些广的哦，普通拢是会晓讲好乐诶，客家话好乐人，客家话欢啦。哦，你这样那些广的哦，普通拢是会晓讲好乐话欢。啊、哦，啊是喜欢同样啦，已经注册的啦。哦，即系种族哦，你那是写清的哈、哦，加那写清的哈、哦，你才是正港的支那人哈、啊。哦，啊那个你涂黑的哦，可能你是唔知，可能第三种啊，一款的，唔爱好你知影你是多一种的哦，个你涂黑的。我这记个足清楚哇，续互助哦，喜欢哇，福写个啊，将来写青哦，那就无可能啊。安怎讲？因为青还没有建立户口啊，啊未注册啊，所以才无可能注写生嘛，才就原住民了嘛。
根据咱吼的资料啦，这人类学者伊能家具吼，迄阵啊伫1898年，迄阵啊做资料吼，台湾大概分4个4群啊，8族11个部落。遐个族群哦，迄阵啊分遐无清，遐无遐清。大概啊头只，泰雅族、布农族、周族、塞夏族、排湾族、卑南族、阿美族、雅美族、达悟族、鲁凯族，只大概只较大个啦，较大族个啦。啊，其实哦，那以我的资料吼，搁较济，这个是鲁凯族的头目哦。鲁凯族的头目吼，迄阵啊穿安尼看偌先进。偌水哩！个想看卖，咱咧看起敢若无啥呀？即咱台湾人、台湾反穿的衫呢，拢用手织的呢。啊，若真正人啊，搁咧穿啥破棉袄，好无？真正人伊那棉袄哦，啊，即无食五日粽哦，迄领破棉袄哦，啊，唔敢放哦。迄就是因的俗语哦，这有先进嘛？这迄阵啊，伫日本的迄个人类学的教室，迄阵啊翕的相片哦。哇，人类学教室翕的哦，卢凯族的。啊，这样，迄阵啊，甲征服了啊，征服咱的原住民了，爱派因的贵族来台湾和原住民通婚。通婚了后吼，派原住民去日本参观伊个建港。是安那恁个建拜的原因伫遮，阮遮尼先进，吼、哦，安尼恁来参观，恁就知影讲吼，虾米个较晓得先进文明。所以迄阵啊，派贵族和原住民通婚。你知即卖原住民真侪拢讲日文的喎，讲日语的原因就是遮。因为贵族过来跟咱通婚，啊，吉纳人哈、哦，上麦给你教安怎？我们哦，只要有恒心呐、啊，铁杵啊，可以磨成绣花针有无？啊，恁倒一个人办魔鬼绣花针？恁啊用铁线就好啊，卖用铁杵啊，用铁线磨成绣花针就好啊，看有法度人做针无？铁线没办法做针哈，你唔当好中国人骗去啊！中国人不会炼钢，你要做针一定要用钢啊，用铁不行哈，要用钢，知不？所有的针都是用钢做的哦，不要被中国人骗了哈，铁不可能磨成绣花针哈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中国人哈未晓炼钢。中国人练钢从当时开始练，你唔知啊？哦，毛泽东土法炼钢，你唔知？这大个新闻你唔知？哦，迄阵啊，所有中国的菜刀鼎有无，拢摕去炼钢啊无？迄阵才开始土法炼钢呢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中国有钢无？没有。中国人哦，上敖好铁不打钉哦，好男不当兵哦。他们只有好铁跟烂铁而已啦，他们没有钢啊。所以他们好男不当兵哦。啊，恁捌想过无？好男不当兵，要安怎打胜仗啊？啊？所有的好男都 不当兵啊，都弄一个烂卡在打仗，有可能战争赢吗？所以你不看历史上中国人都一个战赢无？中国的战争有都一个战赢无？唔捌战赢过啦，因为因拢好男不当兵啦，拢一个坏男在当兵啦，莫怪袂战赢。所以呢，要去长城喔，长城要去较高的喔，因为他们怕战争，每一次战都输嘛，因为他们的好人都不当兵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很简单的嘛，中国人不会在战争战赢的啦，哦，你不能就是说岳飞战赢的，
哦，叶威好勇敢哦，每次打仗都打赢，对不对？啊，每一次打赢了，安怎？皇帝爱赔钱呢，对不对？你每天打一摆，皇帝爱赔一摆钱呢。所以，甲飞安怎？爱吊灯来抬头啊！我明明都甲人签和平条约啊，啊，你一直讲拍，安尼是不是爱抬头啊？我阁落十二道金牌的命令叫你回来哦，你还不回来？那是恁某吼，卡电话卡十礼拜，后你你也唔回电话吼，迄支手机啊一定失败，对不对？何况我是皇帝，下十二道的金牌命令，你也唔回来，这无这一定要抬头的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岳飞一定抬头的嘛。啊，中国人伊甲你教喏，哦，岳飞是民族英雄哦，哦，会打仗哦，会打败所有的敌人，结果咧，不听皇帝的命令，不听皇帝的命令，就变啥？变叛将呢？叛国呢？所以给您教不对嘛，对吧？啊，中国人哦，好男不当兵哦。就算好男去当兵哦，他也会打输仗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人哦不会练钢啊，不会练钢，当然没有宝刀宝剑啊，对不对？要打钢刀啊，一定要钢呢，要宝剑也要钢呢，铁打不了好刀呢。哦，你那怎样呢？铁啊做刀是不用的呢，爱钢啊，哦。所以哦，他们只有铁没有钢。啊，你能就是讲哦，有啦，中国有倚天剑啊，有无？有屠龙刀有无？有青龙偃月刀有无？卖讲啊，那是小说呢。你能就是讲有尚方宝剑呢？那是咧给你骗的啦。啊，中国人没有尚方宝剑啊，你唔能误会哈。所以呢，战争永远都打输仗。哦，阿拉伯有阿拉伯弯刀有无？印尼有刀有无？蒙古也有宝刀有无？尤其日本人，日本人有武士刀，对不对？每一把武士刀都宝刀呢，对不对？因中国人干哪样呐？恨铁不成钢，啊，因都不要练钢，不要那成钢，对不对？因为宝刀啊、宝剑啊，拢假。哦，所有的那个宝刀、宝剑拢在小说顶头啊。不过因做搞啥？因做搞养蚕的喔。啊，真的要放放枪、冲天炮喔。啊，也要烧火啊喔。这个钱啊，吼，名称也又来了。为什么中国叫菜啦？China 这个名字就是叫做瓷器啦。China 哈、哦，就是瓷器。啊，你知影？较早全世界哈、哦，干那 China 这个所在哈，也要烧火啊呢。欧洲未要烧火啊，欧洲人哦，看到这瓷器哦，吼、哦，干那宝贝有无？进口中国的瓷器料哦，放喺对，放喺壁橱的有无？哦，佮存起来好漂亮，好不好？外销去到澳洲是变宝贝呢，啊那 China 呢？恁知影 China 是那唔系发生森林大火无？恁不听讲 China 咧发生森林大火无？美国有森林大火无？澳大利亚有森林大火无？加拿大有森林大火无？欧洲有森林大火无？啊 China 不奇怪，那 China 唔系有森林大火？什么原因？因为 China 没有森林呐、啊、，China 所有的森林哦都烧起来了，哪烧起哦？吉纳这个所在哦 ，China 这个所在哦，因做的地啊，嘛人用茶用竹啊，所以哦，根本种袂赴通去做，袂赴通去烧，袂赴通去做船。大明帝国的时候，我迄郑和下西南，下西洋哦，用的船嘛是用福山做呀。所以啊，中国没有森林，所以中国即马有动物无？
没有森林就没有动物啊。村吃竹啊，迄只有无？吃竹啊，迄只唔是五尾熊啦，你搞错啊！迄只困无饱，迄只有无？哎，困无饱吼，所以黑眼圈嘛，对不？村迄只尔，啊，迄只村几只？嘛，全部几千只呢？即卖我变国宝啊，好不？所以吼，吉纳人有好食无？蔡娜这个民族吼是足好食的呢，所有的动物拢食大伊安尼，对不对？因若伫个溪啊看到一尾鱼吼，伊会想到啥？一尾爱清蒸诶，对不对？爱煮姜丝，啊无红烧诶，因敢若想到安尼尔啦。啊，若看到遐一只山猪吼，伊就敢若想讲哦，这只山猪吼。用烘的上赞，哦，做咸猪肉上赞，大家敢那想安尼尔啦？一日干唔敢那想食尔啦？所以哦，吉纳人做好食的喔，吉纳几乎没有蛇，他们没有蛇的喔。你捌听讲吉纳人去有蛇咬着，足少的。捌去有动物咬着，唔捌啦。连狗吼。哦，广东人上爱食狗啊！恁较细腻个哈，吉纳人是连人都食呢。恁知影哦？恁 Google 一下哈、哦、，Google 现在很方便嘛，每一个人都有4G 手机，对不对 ？Google 一下，什么叫大补汤？哦，大补汤哦，真的很补哦，3000块人民币哦就可以吃了，还要预先订哦。要事先订、哦、大补汤、哦、这样日本的日本的武士刀是每一支都补刀呢，对不对？这样一个战争就像赢稳赢的啦，对不对？吉纳人没半支补刀呢，一个抬下去马上随在输赢。所以日本人、哦、在经兵怎么兵，日本人咧征兵哦，是爱好男才当兵呢，烂咖无咧做兵的呢，对不对？好男，什么叫好男？你身管爱有够呢，胆量爱有够呢，会晓讲日文话呢，对不？你的身材安怎？你的平衡感安怎？安尼咧征兵呢？迄阵啊，要伫台湾哦，经4000个兵，20万人去应征。台湾人哦，20万人去应征。为什么？要做兵无遐简单呢？做兵待遇足好个呢？做两年兵算吼，才会当食一世人啊。所以哦，吼，大家抢要去做兵，所以。20万人去应征，加录取4000人呢，有严无？所以吼、哦，战争就一定稳赢的嘛，对不对？像那时阵啊，要打中国的时阵，敢打？哦，中国人人遐多呢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啦，狗遐嘛足多呢，对不对？人多无效啦。哎，要战争的才有效啦，对不对？未晓战争的，搁较侪人都无效啦。这伊两家具讲啊，山顶吼、哦，遐个汉人啊，甲边部族啊吼，甲过啊路的汉人哦，体格面貌吼、哦、分袂清。安尼恁这个汉人还是汉人哦？啊？啊！恁这汉人，哪会甲原住民拢生做共面？啊！佫讲恁是汉人哦，卖戆啊！啊！这就是伊能家具了哦。伊是人类学家哦。这是我查出来资料哦。咱台湾哦，所有的原住民的族的族名，我佮查起来拢总有36族。为遮开始哦，有凯达格兰、泰雅族。马赛族、卡瓦兰族、噶玛兰、猴猴族、泰鲁格族、大满族、萨奇莱亚族、
阿美族、斯卡罗族、卑南族、达悟族、雅美族、排湾族、雷南族、马卡道、卢凯、拉鲁瓦族、喜拉雅、周族、卡纳富族、洪崖族、布隆族、马木族、格哈乌族、巴布拉、巴兹亥、少族、道卡斯、塞德克、巴布萨、巴塞、塞夏、古伦、巴塞、马塞。啊，你敢想？这些拢叫族名叫会出来呢？啊，不过有一挂族已经无人啊啦。哦，比如讲这个大满族，大满族是较特别的吼，因为咱上大族的是存款不足的嘛。啊，伊这种吼可能太细族去啊，咱这存款不足的早就甲阿过啊，对吧？啊，各位，存款不足的这吼一定甲阿过嘛，所以个这族吼，36族族名吼，其实大部分拢无啊啦。啊，即卖又甲咱列入在原住民族的吼，剩即17族啦。即17族吼，拢总到达讲只54万人尔啦。啊，其实咱台湾吼，超80%拢原住民啦，剩20%吼是中国人啦。哦，啊，唔通讲恁祖先是为中国来的，为中国来的足少的，哦。伊甲你骗讲吼，哦，恁祖先为登山来台湾的无？登山过台湾的无？卖哦被骗啦！咱台湾较早无咧欠工呢，唔免输入外籍劳工呢。迄阵啊吼，伫1920年的时候，日本啊，就甲美国、甲大英帝国、法国、意大利甲。签一个条约哦，《军备限制条约》。1922年，迄阵啊，还未第二次世界大战哦。迄阵啊，签的条约第19条明确将台湾跟澎湖啊界定为日本的领土哦。因为迄阵《马关条约》都已经挂好日本天皇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因全世界拢知影，台湾跟澎湖是日本天皇的土地。所以迄阵啊，台湾人要出国啊，来爱用护照啊。迄阵啊，这是伫清国的时阵，清国的时阵要出国爱用清国的护照。这李自家住伫台北关、台北北门的款，北门街，217番。迄阵无简单，阁有相片哦。啊，这迄个1893年，迄阵啊还未挂号天皇的时阵，无？迄阵啊，阁大清帝国管哦。迄阵啊，光绪19年，台湾的人口吼，土著啊254万，这是大基约的数字尔啦，这假啊，无可能算个遐充足啊。因为迄阵啊，原住民伊也管袂到的嘛，哪有可能算个遮清楚？所以这是假的。啊，那1896年的时候，迄阵啊已经挂号天皇啊，日本天皇派人来开始做户口啊，原住民所有的拢总投起有257万。日本哦来了啊，在1896年的时候哦，将清国人拢赶走。什么叫做清国人？迄阵啊，大清帝国吼来台湾吼，真侪罗汉卡啊，无？虾米叫做罗汉卡？就是困伫庙的吼，迄个罗汉的卡遐叫做罗汉卡。哦，啊，乞食啦，无大个所在遐拢爱刮挂灯。1897年的时阵哦，伊有规定哦，台湾人吼已经变做日本人啊，不过。你若唔做阮日本人，可以哦。第一两年内底吼，你听好，甲财产卖卖，刷出去台湾。啊，若唔刷出去台湾的呢，拢爱做日本天皇的皇民。
哦，所以啊，在迄阵啊，咱就已经拢变做日本人啊。咱变做日本人了呢，迄阵啊，大清帝国啊，才叫孙中山推翻了无？迄阵啊，还无中国的有无？中国为今年才开始的哦。中国是1912年了后才有中国这个国家哦，对不对？一定要跟你骗讲啊！哦，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啊，对不对？唔对啦，就算中国伊啊，嘛才3000几年的历史呢，对不对？那有迄个5000几年的历史？讲一句较实在啊，你第五代的祖先你都唔知影什么名，那有可能几千年前的皇帝你会记的，对不对？哦，有可能记得恁几千年前的皇帝，莫后被骗啦啦，恁祖先第五代你都唔知影什么名啦，对不对？过伊都3000几年才有文字的哦，竟然有法度人创造5000几年的历史，这是唔是骗的？人埃及5000几年，人伊名敢有改？5000几年前，伊的名就是叫做埃及。印度5000几年前，伊的名就是叫做印度。日本3000-4000年前，人伊就是叫做日本。那后迄个中国讲哦，一时啊做大明帝国，一时啊做大唐帝国，较顶啊做大汉帝国。他顶下做大楚帝国、大魏帝国、个大元帝国、个大清帝国，迄拢恁中国，那有迄个遐奇怪哈、啊？安尼规矩，你讲美国嘛是恁一国，英国嘛是恁一国，连德国拢恁一国，安尼就好啊！全世界拢恁中国就好啊嘛，对不对？那有迄个遐不要脸的人啊？中国啊，是为1912年才创国呢。伊的国旗是5色旗呢，对不对？较早的名号做大清帝国呢，较早哪有大中国啊？倒一个做大中帝国啊？啊，较早有大清国、大明国、大元国、大汉国、大唐国，有倒一个做大中国啊？啊，真正有够不要脸的吼，这还拢恁中国？安尼有不要脸啊！尤其讲迄全杀所有的皇帝拢唔是汉人呢。大清帝国的皇帝敢汉人？大明帝国的皇帝敢汉人？大元帝国的皇帝敢汉人？大汉帝国的皇帝敢汉人？大唐帝国的汉迄、那个皇帝敢汉人？无一国的皇帝叫做汉人哦！啊，竟然安尼号做恁中国。哦，佮讲个脸不红气不喘，安尼中国有伟大无？我、哦、真正足伟大呢！你讲白话话啊，面拢袂红，测谎器都对测袂出来啊！测谎器对中国人啊无效呢。你唔通叫是讲测谎器偌好用呢？测谎器对中国人无效，哦。全世界吼，人拢各足讲信用的，干那钱那人无咧讲信用的。你拢就是讲哦，中国的国旗是几哦？中华民国的国旗是几支啊？五族共和啊，这支啊是中华民国吼、哦、国民党的海军军旗啊、哦，海军旗。来到台湾的时候啊，在1946年哦，用宪法规定，这一支成为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的旗帜，在1954年呢、啊、公布，安尼这支啊，做中华民国的流亡旗啊，啊，啊不过今嘛拢已经吼这支代替去啊，对不对？这支或者五星旗，对不对？五星旗，现在人全世界都给承认了嘛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嘛，就是这一个嘛，
啊，你伫讲你咧中华，拜托诶，你中华毋是中国，啊，毋是拢共款是迄个 China， 对毋对？其他人吼、哦、是足够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见面就问你食饱未有无？咱唔通有迄款歹习惯呢，为便所出来问你讲食饱未？咱问平安敢袂使？有顺序无？哦，你若为便所出来，那顺序嘛真好啊，对不对？问你讲食饱未？吼、哦，是足歹的呢，安怎应你啊？其他人哦，因敢那求一口饭吃了，对不对？因啊，大概咧切头咯吼，拢讲我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好了，对不？拜托的吼，恁要切头咯，拢来阮家，我给你两口饭吃，两杯，拢来阮家，我阮家欠足多，两口饭吃啊！我底下给你承诺，两口，绝对两口，哦。不要有一口了，这个一口、哦、太寒酸了，三口也没关系啦，拢来阮家哈。所以去到国外、啊、只求有一口饭吃就好了。唯一干哪咧烦恼吃饭就好啊，只要有饭吃，什么事都好讲。要叫伊做啥拢无要紧。啊，那外国人诶，外国人是咧研究看要安怎塞这个路咧。你们只要有饭吃就好了。这种毒素，给恁毒几啊千担啊！安怎毒？自细汉给恁教，恁出世了，哎，你姓猪的对不对？啊，你姓牛的对不对？啊，你姓狗的、姓鸡的、姓马、姓蛇。恁实在有够歹命嘞！恁敢会使姓禽兽呢？啊！恁干那会使做禽兽哦？因为恁甲禽兽是共的。在皇帝眼中，恁甲禽兽有啥无共？对不对？所以自细汉就甲恁哦，饲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狗、鸡、狗、猪哦，猪上好命，食饱困，困饱食，想要想量的上赞。啊，龙不是同款禽兽吗？啊，你嘛讲到足顺的，讲几啊千年啊呢？哦，你姓猪的哦，减我一千年；你姓牛的哦，较大我两岁。讲到足顺的呢，一点啊都袂拍出六字呢，有无？恁已经惯习啊，你的毒嘛已经食到毒到无感觉毒啊，尤其搁甲你教安怎？哦，要二十四孝有无？哎，要孝，要多孝一点。二十四孝，哎，那个科目四亲啦、啊，哦，要割肉喂母啦，喂母埋儿啦。你拢无感觉什么奇怪所在，对不对？喂母埋儿，那是犯了杀人罪呢，对不对？为了母亲把你的儿子埋掉，安尼哦最孝顺哦，啊，这在中国算正常。啊，你们真的这样二十四孝、啊，他认为还不够，现在就要教你三十六孝了，有无？全世界有多少个国家咧教的人民讲爱孝顺呢？干那吉那人呢？全世界所有国家，各国拢咧教要爱你的父母，不要孝顺你的父母，要爱你的父母啦！啊，我绝对不要我的儿子、女儿来孝顺我，我要他们爱我。安尼唔才对，你孝顺再多，一点爱都没有，没有用哈。就简单的道理嘛。啊，因中国人做好翻的哦。你说哦，你的父亲哦没有钱花，叫你去抢银行抢两千万给他花哦，你这样很孝顺对不对？你说你这是愚孝啊，愚孝不是孝吗？
安尼甲你教孝顺。啊，你若即马吼，你外口的人若讲你不孝吼，吼、哦、你安尼个面毋知要夹喺倒扛有无？我甲你讲，我足不好诶，唔过我很爱我的父母，安尼毋才对。你孝顺再多，一点都不爱你的父母有什么用？足简单的道理嘛。哦，阮爸爸吼、哦，足爱食毛灰的，对不对？我很孝顺，我逐天拢买安胎他命我吃，安尼有孝顺无？很孝顺啊！伊明明都糖尿病，我逐天拢好诶。安尼有孝顺无？有啊，很孝顺啊！赶快让他上西天吗？安尼足孝顺的，对不对？安尼你有没有爱他？你很孝顺啊，对了，很孝顺啊，对吧？一点爱都没有。人家所有的全世界都在教爱啊，你怎么样爱你的父母，怎么样爱你的妻子，怎么样爱你的朋友，爱你的兄弟，要各种不同的爱，你要分辨清楚啊，对不对？你不当嘿，我跟我的朋友的爱和变成小三之爱，安尼的不对啊，对不对？要搞清楚爱、啊。外国人会教你说怎么样孝顺吗？所以、哦、要知道什么样叫读书。读、哦、你读到现在你没办法脱身呢。安娜没办法脱身，现在你若人说你不好、哦，那是很大的罪恶呢。不过你没感觉不对呢。其实、哦、我们大家都不能友好，要爱你的父母、哦、圣经也一样。 我是基督徒、哦、圣经上面绝对没有写说你要孝顺你的父母。不过、哦、翻过来在中文之后就变孝顺了。所有的外文圣经里面绝对没有孝顺，不过翻过来跟中文就变孝顺，对不对？真的人很好吃的，有某人吃到脏水，没某人是吃到清腿、啊、有脚的吃到楼梯，没脚的是吃到倒柜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好吃，吃到什么程度？这个人叫做李德喜、啊、有一次、哦、在香港、啊、在说相声，将这些菜、哦、菜名从头到尾报一次，报得很顺。那时候的人才开始说，哦，你讲的满汉全席、哦、很精彩。满汉全席是从这时候才开始有的、哦、慈禧太后不曾吃到满汉全席、啊，哎、欸，你唔通电影看伤多，就是讲慈禧太后，逐天拢在吃满汉全席。满汉全席是这个人创造出来啊！哎、欸，这个，迄阵啊，慈禧太后早就死啊哈，所以吼、哦，唔通去互骗去啊！电影看伤多，尤其迄包青天无，包青天是连续剧呢。中西做的连续剧呢，你唔通叫是真正有最后人物呢？面乌乌啊，头加过一个月娘啊，还是假的呢？有啦，包拯有这个人啦，有包那做官啦，你唔通叫是讲伊真正是安尼呢？啊，不要误会了，中国的历史哈，小说你不要当成历史。啊，历史你要把它当成小说，知道吗？哦，中国就是这样，中国人就是这样、哦、小说你不要把它当历史，历史你要把它当小说，这样你就知道、哦、这两个对王朔他说、哦、很多事一直都在验证中国人是猪这个事实。什么事实？他说、哦，中国人、哦、说他是猪、哦、感情上不能接受了，可他妈的很多事一直都在验证中国人是猪这个事实。为什么？
不侵犯他的利益的时候，就光知道会赚钱。谁死了都跟自己没关系，一旦伤害到自己，马上就惨叫，简直哭得吃这个呼天抢地。然而一个大馒头丢过去啊，伊就点伊啊，安尼有想低无？低你哪条个踢一下吼是？吼、哦，尤其要抬的时阵啊，吼、哦，那是哭呼天抢地呢。啊，有想低哦。其实哦，其他人早就知影，是猪的民主啊。阿老公，我拿证据给你们看。这个人我讲，这个人讲哦，我们台湾人都不配，不配当猪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人早就讲因是猪啊。这个什么字？家怎么写？你的屋子里面通通是猪，对不对？耶，你三千年前就跟你讲啊，你的屋子里通通是猪，啊，你跟我讲你是龙的传人，啊，不，你是多一条龙啊？啊，你是哪一条龙啊？耶，你都跟你讲啊，这么清楚啊，你的屋子里通通是猪啊，你会是龙？尤其中国女人最惨，中国的女人最不值钱，为什么？中国字的安字怎么写？安全的安呢？女孩子哦，只要出了房子哦，就不安全的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国家能住人哦？一个国家如果连出了房子就不安全了、哦，这个国家不能住人呢。连那个恐怖组织都比他还安全呢，对不对？哪有出了自己的房子就不安全的？啊，那这个所在根本多人哎。啊，伊字甲你讲个遮清楚啊，啊，你嘛无感觉什么所在唔对啊？尤其中国字。中国字只要跟女孩子在一起的没有一个好字，唯一最好的那个就是跟小朋友在一起，有没有？跟女孩子跟小朋友在一起才会好啊！乱讲，女孩子要跟男人在一起才会好了，对不对？跟小朋友在一起有什么好的？啊，不过啊，伊都安尼跟你讲啊。尤其啊，女孩子越多越惨。三个女孩子在一起变什么？变奸啊，菜市场。尤其啊，女孩子昏了头才会结婚。乱讲，安尼唔同，卖结婚啊，拢卖生囝啊。女孩子要幸福，要结婚，对不对？那我一个昏了头才会结婚，乱讲。这美国的一只母牛啦，它的名字叫密尔克谢克。它从小哈就跟狗啊生活在一起，连吃饲料哈都吃狗饲料，所以啊。你给他草吃，他不吃啊！你饲料一定要放在盆子里，他才要吃。哦，你给我草，我不吃，而且要放在盆子里面，哪位大呢？唔过哈，伊咧叫哈，嘛是猫猫，伊根本变做狗叫，无可能嘛，对不对？你就算跟狗。生活一百年，你也不会狗叫，你还是牛了。啊，咱吼，好低价大汉，唔通变低去呢？啊，遐个低个你价大汉，你唔通变低呢？啊，唔过买一件低关系啊，我想低诶，想低啊，我跟他讲了足习惯啊，吼，真自然啊，因为这個毒素已经毒到吼，你无感觉是毒啊。
才会低啊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才那时候清国啊，要出国去做奴隶哦，爱买船票呢。外国的船啊，才要给你载去做奴隶呢。不是说你会发这船，人就要给你载呢。钱啊，人是无钱呢。钱啊，人哦，爱家家己卖掉啊，才有钱通买船票呢。这叫做华工啊，华工哦，去甲美国。这些人是龙的传人，这些龙的传人多伟大呢，都要绑辫子，有没有？这些辫子全世界的人一看就知道你这个很不干净。怎么看？很简单的嘛，你现在头发如果绑成这样，你多久会洗一次头？小姐，你们头发如果绑成这样，多久会洗一次头？一个礼拜好不好？一个月啊？哦，我这个，刚才想到我头就痒啊。他们做奴隶哪有时间能洗头？多放年假的时候到顶睡啊，对不对？这样有干净没有？所以他们吃饭要用什么？因为他身上不干净，手也不干净，所以吃饭要用筷子。印度人吃饭有用筷子吗？印尼人吃饭有用筷子吗？人家手抓就可以吃了，为什么？他手干净，对不对？啊，其他人呢？我身上因为不干净嘛，所以要用筷子吃嘛。管他手有没有干净，筷子干净就好了。啊，人家印度人、印尼人呢，手如果不干净吃了呢，就完蛋了，很简单的道理嘛。所以吼，因真爱人偌好笑印度人的呢，对不对？因上好笑印尼人啊，哈哈，因这不民主、不文明的国家哦，正手食饭，倒手擦脚床，敢有影呢？人大家拢足清气的呢，对不对？那有啥知钱的人一定要用猪食饭，因为猪才清气的，足简单的道理嘛。啊，这钱的人哦，上好笑人安尼。啊，结果一挂树啊，拢出去做猪去。你知影钱的人一天要用偌济猪无？十几亿人呢？泡面啊，顶年哦，食28亿包啦。敢那唔对，敢那128亿个款，惊死人呢！迄阵啊，毛泽东吼，毛泽东讲吼，他非常的痛苦。为什么？每天吼，眼睛一张开吼，十几亿人等着要吃饭。你个想看嘛？迄是偌痛苦的代志啊！为什么？因为共产党是有饭大家吃呢，我就等着吃饭就好啦。所以毛泽东很痛苦呢，每天天一亮哦，十几亿人等着要吃饭呢，很痛苦呢。这些人啊，去美国啊，去加拿大做奴隶啊，去铁路啊，是安尼啊。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嘛，去做奴隶啊，再去做奴隶用安怎？爱家己坐船去呢，无拢行去呢，即个拢去做奴隶呢。做奴隶吼，坐船去，坐去到美国安怎？100个啊，死6个，是60个去啊。死亡率吼，达到6.4。所以一句话讲安怎？十期啊，6死3老一回头啊，就是咧讲这华工啊。华工哦，去甲美国打工啊，6死3老一回头。
所以我跟你讲吼，哦，我们是龙的传人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条歌有好听无？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，它的名字就叫中国。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，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，巨龙脚底下我成长，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。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，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。我跟您讲啦，中国人唱歌永远袂比咱台湾人较好听啦。安怎讲？中国人是五音不全呢，对不对？他们只有四音半呢。啊，咱台湾话，咱台湾话有八音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过吼，拢哦，因这假汉人啊，甲咱骗，骗讲啊，咱台语安怎唱？咱台语讲啊，做好，高高唱落。哇，用动物给带过就可以，乱乱讲。咱台语拢种背音，哦。啊，其实吼，这条歌恁爱小改的，爱改吼，龙的奴隶才对了。啊，做强国奴了。哦，你个想看嘛？卖讲大清帝国啦。大汉帝国、大明帝国、大唐帝国、大明、大元，这些皇帝的子孙才可以做龙的传人呢。啊，你一般人讲你是龙的传人哦，呵呵，很简单，砍头，对吧？啊，人家拢龙的传人，呵呵，好伟大的龙的传人哦，卖讲啊，想了什么做龙的传人？想了遐龙的传人拢汉人。只有汉人哦最厉害了，为什么厉害？他们最会练葵花宝典，对不对？汉人最厉害就是练葵花宝典，他只要葵花宝典一练成功，马上就成功。哇，那些犯官啊、太监啊，没有一个是外国人的，通通是汉人。那些汉人哦，最好做太监。每一个人只要做一件事，很简单的一件事，对不对？只要用小鸟换权势就好了。所以那些宦官哦都很有钱，官都很大，皇帝都纵容他们去贪污。为什么？你没有后代啦，你贪再多污，最后都是我的。对不对？所以他可以纵容那些太监啊、犯官啊，你尽量贪，贪最多呢，越多越好，最后都变我的。所以哈，你们只要练一种功夫，葵花宝典啊、哦。今天呢、啊，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，谢谢。